定力怎么能消业呢？那他们就可以升到。除非定，如果定的坐在那儿不动，怎么能消业呢？是吧？如果定能转变你的肉质，就消业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定能开启智慧，就智慧能消。定开启智慧了，你都连自己也不是了，你从时空中解脱了，你活成另一个啥也不是的生命了，六道能抓住你吗？我假如我叫杨宁，我跟他有很多缘分，我现在都活得不是我了，我四大监控了。假如我认知转了，我出了人道，你看见是杨宁，但我的心已经不是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我怎么能受杨宁的报呢？是吧？假如说各有各的报，善有善报，我不是杨宁了，我怎么能受杨宁的报？是吧？四大监控啊，是不是？但这不是说有一个附体在旁边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样写这样讲不对。但是你已经不是任何相了，你怎么能受母仪式的报呢？是吧？你连轮回都跳出来，你三出轮回嘛？出轮回就是时间消失了，轮回都不在了，那每一世的都跟你没关系，你怎么能会受报呢？每一世你受报还不是上上世做了啥，上一世做了，每一世都跟你没关系，你怎么能受报呢？但这个需要修正的哦，这个是需要点定的。但是那个定真不是你说的坐在这闭着眼啊不呼吸，不是那样列出来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是睹明心佛道，是睁眼睛的，是吧？虽然他你不知道他明心是从里生出来还是从外生出来。大菩萨的到最后的游戏毕竟他，比如说生生世世的信息啊，他要消除的时候，可能我就。举个境界吧，这个人可能会处在一个湛然成名的境界里，就是说他会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湛，就是说那个光明是如如不动的，就是说只能用湛来形容，大家能都汉语好的都能听，湛然寂静啊，那个在那个境界里好像一切万法就是一切都不动了。我不是说经常有说水流太急了看不见动了吗？那个时候那个意识还在，就像大家用阿赖耶识或者形容也可以，那些信息还在，生生世世还在。但你出了这个境界破了以后的生生世世跟你没关系，正如真空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些境界的转化不是排着腿在山洞里转的，知道吧？睁着眼睛就可以转，说着话就可以转，说着话你就在湛然成名里边，你一定要破了分别。不是排着腿在坐垫上能够，只能说只是排着腿在坐垫上能达到那个境界的人，知道吧？一睁眼就不行的，他肯定进入不了那个境界，就游戏毕竟空的境界肯定不是。我告诉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定中，知道吧？说话在定中，因为全是空性的悠悠，他已经在心中已经没有法相，知道吧？一定要升到这没有法相的时候，说不说是一个样的，知道吧？做不做一个样，始终他处在这样的认知里边，在圆证，知道吧？在圆证，行走坐卧全在修行，是吧？但是要我跟你讲法，假如说我们俩聊天，我会说，哎，我现在跟你说跟不说一个样，我现在无我相，无你相，是吧？可以这样说话。但是你知道我的意识层面，我假如说我有意识的话，因为在圆觉境界里边没有你人力认为的意识层面。如果在圆觉境界里边，我不会这样想的，我连这样的一念都没有。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是空的还是幻的？关我什么事？我怎么会想这种问题呢？还有无我相、无你相这种事，我怎么会想这种念头呢？只有人力才会这样想问题。有个你怎么叫无你相呢？有个我怎么叫无我相呢？只是在人道讲法的方便啊，那不然怎么讲金刚经啊？怎么讲佛的智慧啊，是吧？但是他这边正如他不生法相的时候，既然这是真空，真空是无我的，怎么会思维这种事啊？怎么有思维啊？怎么会有意识层面这样人力的思维啊？怎么会有缘造不造这回事啊？我跟你说话如此而已，我如果在人道就是我跟你说话可能说了啥，就这样说个不说一个样，是吧？你叫他造也罢，你叫他三轮起空也罢，你叫他那是你说的，
那是人力认为正疗上的是说，哎呀，佛那样说话是三轮体空的，佛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个不说一个样，佛说话的时候是不留痕迹的，佛从来不这样想问题，因为没有人力的意识在里边作用，所以佛不动念的，知道吧？没有我，所以不动念，所以佛说我，你看《楞严经》里边佛说我这个手指，他不是弹这个一按琴，大三千大千世界震动，或者你一动念造业嘛，是吧？众生起心动念就在造业嘛。佛动个念头，知道吧？利益众生啊，积功德，这都是啊。但是佛是不动，里边是无我的，他不是圆觉这界，不是说没有能觉跟我觉，他没不是说他动念，不是说就像人力那样动个念头。因为我们这样子想说，佛动个念头，如来怎么会动个念头呢？他是真空，怎么会动个念头呢？动个念头不就有缘起了吗？空性怎么有缘起呢？是吧？如果有缘起就不空，用能源的所缘的怎么空呢？这个讲多了，对不起。因为这不是有人类的意思能听的，会听得你头脑发胀的。什么呢？佛陀动不叫动念，也叫，只是在人力这样说。但是所以你圆觉境界，他不是说我们一说动念，你会想象着就像你动那个念头，起心动念人力的那样一个念头，那真不是那个境界。要说解释只能到此吧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他才能做个不做一个样，空性一直在这里，没做过任何事啊。没有，所以才没有时空啊。因为缘起不是有时空啊。如果你不能坐在这，你知道这个境界并不是在山洞里证得的吗？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众生啊，发心啊，可以证得，救度众生，广大的阅历，发心利益众生，然后再加上点定力，好吗？所以你现在认为你坐三年在闭关房坐三年你能证得空性，我不信。他的问题可能就是说，我没有这三年，可能更不可能证空性。不是他的问题，卡点不在这儿。如果他需要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嗯，他是可以的，其实闭不是个难嘛，就是闭个三年关也没什么。是他卡住他成道的点不在这儿。知道吧？这就浪费了他的生命，嗯，所以他这样呢，他会生生世世修禅定，知道吧？他始终觉得他成不了道，是因为功夫不够，禅定功夫不够，芥蒂不圆，知道吧？但没关系，就按你的现在修，就这么纠结的修呗，是吧？多发心，多，芥蒂不断的闻，听闻，嗯，不要排斥经典。不要觉得哎呀我还是修过，你要多闻，不没关系的，不会变成阿难的。是吧？啊，再听听，不要骄傲，不要高傲，觉得自己已经听懂了，用无相的心去听，就是说真的是静下来去真的听，听闻经典，看经典，知道吧？看经典，不断的听，不断的看，这不影响每天楞严经也罢，法华文哪部经你喜欢哪部看哪部嘛，维摩诘什么都可以，在那念，念完了那哈家里说，赶紧来烧火做饭了，赶紧跟放下经去烧火做饭，做完饭了吃完了赶紧再看，别生活别休息呗，啊，工作领导骂呢，领导上边骂呢，你在那看见了领导说啊我骂你呢，你怎么看见了？啊好抱歉对不起继续骂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佛子行嘛。